哎呀，张艺术家啊！哎呀，您怎么来我们物业了？我还想问问你呢。你说咱们物业搞这么隆重的相亲活动，你怎么没有告知在下呀？是那个张艺术家啊，就因为您忙嘛，而且您也说过没事不要让我们打扰您，您得在家里边练琴，对吧？当当当当啷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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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就怕打扰您。呀，那也得分事儿，对吧？爱情工作两不误。再说了，这么好的活动，我要是错过了，那可就是赵经理你的过错了。不对呀，张艺术家，您现在还单身吗？那当然了。不是，张艺术家，不能吧？我记得前半年就有一个长发披肩的一个女的老在你家呀，她天天看你。往事不堪回首，那只不过是过眼云烟。不对呀，那也不对呀，一个多月前有个短发美女，那天天就在你家呀，天天的。那也是过眼云烟。那也不对呀，三天前不还有一个大波浪在你家，天天的。那也是三天前的云烟。小意思，你烟瘾挺大呀。你这天天。你天天你这云里雾里的，你不觉得呛得慌吗？经理，你真会开玩笑。哟，这两位女士是？这二位呢是本次相亲活动主打的云烟。